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，立秋。立秋呢，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，它的到来表示金秋时节的正式开始。古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，总结出立秋节气的三大物候特点：一候凉风至，二候白露生，三候寒蝉鸣。说的就是到了立秋之时，凉风代替了暑气，吹拂着大地。早晨的草木上呢，开始慢慢出现了露水，寒蝉开始鸣叫，天气开始由热转凉。常言道，一叶落而知天下秋，秋天一到，普通人都不由得心生凉意，更不必说那些感性的文人墨客。但是在众多诗人词者中，他眼中的秋天，秋高气爽，天高云淡，别有一番豪情豁达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《秋词》，唐·刘禹锡。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刚才为大家朗读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《秋词》。开篇前两句，诗人就以意论起笔。自古以来，一到秋天，人们就悲伤感叹它的寂寞萧索。我倒是觉得这秋天啊，要远远好过春天。紧接着，诗人抓住秋天的典型事物，为我们勾勒出了这样一幅秋日场景：万里晴空，一只仙鹤凌云而上，奋发昂扬。这样的一番场景呢，也激荡起诗人心中的波澜，让诗人澎湃的诗情跟随着仙鹤一起御风而上，直冲云霄。初读这首诗啊，我们就能感受到诗人万丈的豪情和开阔的胸襟，颇有春风得意、恃才傲物的感觉。但是实际上呢，这首诗却是刘禹锡人生低谷里的一篇传世绝唱。刘禹锡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，自幼聪颖勤奋。21岁那年呢，和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。23岁又担任了太子教书。那个时候的刘禹锡啊，一直梦想着能够治国平天下，于是积极参与到了当时的一场以复兴大唐盛世为目的的永贞革新中。但是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，这次运动很快就宣告失败了，刘禹锡也因此被贬为朗州司马。遭贬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，但好在刘禹锡这个人呢，个性豁达，越是遭受打击就越要斗志昂扬。回过头我们再来看这句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，诗人在这里是以鹤自喻，将鹤比作一种不屈的精神，平生定是要超脱于庸庸碌辈，哪怕孑然一身也要翱翔于碧空之上。秋日的景色确实会有几分寂寥，但听了刘禹锡慷慨的言语之后，我们也能够发现这种专属于秋天的激昂和开阔。立秋这个节气啊，就像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，有些人从这天开始情绪或许会低迷一阵子，而有些人呢，则会秉持着自己的信念，笑看眼前秋色，只觉风轻云淡。
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秋日呢，是诗人眼中的凄凉冷清，是刘禹锡笔下的豪情壮志，同时呢，也是元代画家倪瓒在《秋亭家树图》中表现出的天真幽淡。这是倪瓒晚年的一幅传世佳作，画中为我们描绘的是夏末初秋之时，小山中几棵秋树傲然挺立，一座孤亭清静无人。画家用这样清静疏散的景致，给我们展现了一派天真幽淡、清逸淡漠的意境。《秋亭家树图》采用的是常见于立轴画的三段式构图，就是把整个画面从上到下，根据作者绘画的需要分成三个部分，然后依次设计出近景、中景和远景，使画面产生更为丰富的空间层次。具体到我们今天这幅画，就是倪瓒常用的一河两岸式构图。我们看最下面的是近景，水边山坡的平地处有一个草亭，草亭矮小，空无一人。在崎岖不平的山石间，有几棵树木，树干挺拔，树叶萧疏。再往上一层的中景呢，是一条河，但是这条河呢，未着一色一墨，而是用大面积的留白来体现它的广阔波澜之感。那么如何能看出这是一条河呢？原来是画家呀，在左侧勾勒出一个微微露出一角的小舟，水汽就这样氤氲了整个画面。最后呢，画家在远景中以线勾形，画出了一组远山。这组远山村擦较少，却意韵悠长，这得益于画家在山下勾出的那几根淡墨晕染的长线，它仿佛是平缓的水纹，为群山增添了一份飘渺清静之感。立秋这个有些复杂的节气，有几分刘禹锡的天朗气清，也有几分倪瓒的幽淡荒寒。我想每个人在面对落叶的时候啊，都会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思量，它值得古人歌之弃之，也值得我们停留热爱。